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是慈心观，它观就是思维了，思维慈心。那前面是思维不净，那么于嗔恚病中，名为善对治法，就是慈心观就是对治嗔的。于贪欲病中，不名为善，非对治法。所以者，慈心。什么叫慈心呢？他说：“于众生中求好事，观功德。”就是看见别人的好处了，看见别人的好，希望别人好，那么这个是就是你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福乐、愉悦、愉快，都没有痛苦其实是这样。那么有苦就不乐嘛那么所以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其实就是对众生慈悲了若贪欲人求好事观功德者，则增益贪欲就是你已经很贪恋这个人了，那你怎么想，那越想那个人越好，什么都好那么你就越贪恋就不行所以你如果那么嗔恨这个人，你就要想这个人的好处就想这个人的好处。那如果你直接就是说你嗔恨这个人，你不能直接想这个人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你就讨厌他，你怎么想想不出来，所以你不能一开始，你不能一开始就想这个人的好，你必须先想，就是你要习惯这样想，它是一种训练。因为你知道你有嗔恨心，你这个嗔恨心对这个人、对这件事那或是对这个东西，你非常的这个贪恋，那这个时候你要对治这个嗔恨心，你由这个人知道你有很大的嗔恨心。假设你没有嗔恨心，那么你对这个人，那么不管对谁伤害你的人，那么你也不会起嗔恨心，你会远离他，但你不会因为嗔恨他。那嗔恨到一个程度就会报复会加重报复会有这种事情，那就会造业，那么你就会因他受苦。你最终你最开始报复的目的是你不想因他受苦，但是因为你的嗔恨跟报复，就算你没有报复，你的嗔恨当下就是苦，那么你的嗔恨引起的报复会让你未来受苦。所以本来你报复是不想让自己受苦，但是反而让自己现在及未来都受苦，所以你必须要对治它那你是由于这个境界知道你有很大的嗔恨心，但是你不可以一开始就对你嗔恨的人修慈悲观，那你修不来。就好像那么有一个居士很讨厌另外一个人那你跟他讲，那你就想一想他的好处他很认真想，想了很久，他会跟你讲，师父，这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他真的会这样，不然你他真的就会这样想那你就想一想他的优点，他很认真想，这个人一无是处，没有任何优点那么所以你不可以一开始就从你最讨厌的人，那也不可以从你很贪恋的人那你怎么想都是好所以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要从你恭敬的人开始。那么有一些它是有两种，一种是从你比较恭敬的人，那么你想散发他，给他幸福给他快乐；一种是从你自己开始那么或是从你的母亲、父母亲开始那么这种都可以那他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慈心观有一些就是一开始那你不可以，你也不可以从死人身上像不净观一部分是要从死人身上去观的，不净观不可以，不净观一定是要有情的生命体，有活着的人，你不可以从死人身上去观的，不可以从一开始从很嗔恨的人，嗔恨的人放在最后面，所以他有七周延迟嘛，他有一个次第那你次第弄乱了你次第弄乱了，你会修不成而且不容易成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先来讲修慈心观容易成就相应的人，容易持就，然后容易相应的，就是慈心观修成那基本上它都是在初禅、二禅、三禅慈悲喜那么慈心观修成，
那么容易修成的人，他基本上有几种行为特质啊，就是他这个人如果来修持这关，容易成就，有几种，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才能修了，不是哦。但是你是这样的人，或是符合其中一种特质，或是你符合很多特质，当然你的这些特质，有的人写的更多了，我只是把它归纳成这大概六种啊，有的写的更多啊，就是你有这几种特质，或是其中的一种两种，啊，越多当然你就越容易成就哦。就是你的这个身心状态里面比较符合的，那么你在修慈心观的时候很容易成就。像现在也很多人在教慈心观，南传的很多啊，通常都是在教那个慈心观啊。那慈心观我们说藏传的也有啊，藏传也教慈心观，那就是我们北传的比较没有。那北传的慈心观其实就是在普门品里面啊，或是在就是观音菩萨的观音法门中，其实它就观音法门，其实它就是慈心观，慈心观的修法啊。比如说像你说像大悲忏啊，我若向地狱，地狱自枯竭；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伏啊。反正类似像这样，我若向大海，大海自枯竭啊。然后类似像这样，就是说我去到那里，就是要解决那边人的痛苦，就是在地狱的人就不用痛苦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种慈心观。那大悲咒是要起大悲心的啊，普门品是要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啊，苦海常作渡人，就是哪里有困难我就去哪里，谁有痛苦我就帮助谁解决痛苦，谁想快乐我就给他那个人快乐。所以它有两部分嘛，一部分就是离苦得乐的部分，离苦的部分是得乐部分，离苦的部分就是啊，那么千处祈求千处应，就是谁有痛苦，那么念我的名号，就思维到我啊，就是我知道了，念我的名号就是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就一定要去解决他的痛苦。其实这个是普门品里面的精神啊，啊，这个是离苦啊，所以这样叫千处祈求嘛。那一种就是得乐，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富贵得富贵，求功名得功名。所以观音菩萨不是悲，观音是慈悲，他基本上就是北传的慈心观，基本上是不是只是观，他自己有这种精神，然后去实践，他有这种观，然后就是观行嘛，啊，就是行跟解，啊，就是你了解了，然后你去做，那他就变成一种法门，他变成一种法门，这北传的慈心观是落实在。就是你观了之后，你学习这样，那你直接去实践，那它是真正的慈心观啊，它不是观啊，它还是慈悲行啊，啊，它就是菩萨行嘛，啊，菩萨行。但是我们后来误会了，啊，它是要你学习观音菩萨的慈跟悲，娱乐跟拔苦嘛。娱乐就是啊，你要你我有什么，你跟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么如果我没有，我也会想办法让你拥有。因为这个可以让你幸福快乐，可以让你向善向上向解脱，那么我一定会尽量满足你。那么你有什么痛苦，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你的痛苦啊。所以这观音菩萨这两部分呢，啊，就千处祈求千处应嘛啊，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大海，大海自枯竭啊，类似这样。我若向罗刹啊啊，罗刹就没有嗔恨心啊，类似像这样啊。大悲忏我也没有常常拜啊，不知道哈，啊。那他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那一部分就是啊，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就是啊，你跟我有因缘啊，念才有缘嘛啊，我才知道嘛啊，就是你跟我有因缘，那么我知道了，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你的需要，那么我就尽量满足你，因为这个对你好，这个能够让你快乐，能够让你向上向上向解脱啊，那么我就会尽量让你拥有，啊，那这个是两部分的啊，就不外就是离苦得乐，那其实就是北传的慈心观、慈心行、观跟行啊，啊，就慈心观跟慈心行。那你要先想，啊，你要先想，那我就是你要先有这样的心呢，啊，这个心很深刻，深刻到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那么你才能起而作啊。啊，它重点就是要你具有慈心。那你真正具有慈心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去这样做，因为那个就是你的本怀、你的本意、你的本心，啊，就是你真正具有慈悲的人，你是见不得众生受苦的，
你是非常喜欢看到众生因你而幸福，因你而满足，因你而解脱，所以你自然就会做。你真正有心，就自然会去做。你说我很有心，但是我不想做，那个就是没心吗？这很简单的道理啊。但所以其实北传的，其实它变成一种形式啊，就那观音菩萨，因为他本来是学习观音菩萨，到处去救人，解决一切众生的痛苦。慈心观就是这样啊，先从观念做起，正见正思维才影响什么正语正业正命嘛。基本上就是你的观念会影响你的行为嘛，所以你的观念要先具有慈心，那么你的行为就自然能够对众生就是娱乐拔苦。那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代表就是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一个法门就叫做观音法门。后来我们的观音法门就不是这样了，就变成仪式而已啊，就变成本来是学习观音菩萨去慈与众生乐，悲拔众生苦，后来就变成念观音菩萨，希望观音菩萨满足我的需求，解决我所有的痛苦，就变成这样了啊。那这个已经是不是观音法门了，这个叫做自私自利的法门了啊。那这个跟菩萨心不相应啊，没有菩提心啊，那么甚至没有出离心啊，也没有真上圣心，自己不想努力啊，就希望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功德啊，那么总是要找那个最灵感的啊，那么能给我最多的啊，那这个不是佛法啊，这是我们的佛法后来被讲坏掉了，最殊胜的被讲到最没价值了。所以北传的为什么出了华人圈哈，出了华人圈哈，只有藏传跟南传，我不会骗你，你去国外看看。那北传之所以还能够，你看北传的佛教哈，到了国外依然是诵经、持咒、念佛、拜忏，依然是这个，啊，那其他的没有了。那北传的出家人去到寺外，只能吸引华人原来信佛的那一群人，藏传跟南传的没有，他们会吸引当地人哦，啊，真的，啊，那藏传的有某部分跟比我们迷信，但是第一个藏传的懂外文的多，第二个他们不只是这样宣传而已，啊，所以你会发现到北传就是说，其实大乘佛法，因为初期大乘佛法本来是很殊胜的，本来是菩萨行菩萨解，它是落实菩萨道的，真的，但后来被讲坏掉了，啊，一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被讲到都是，啊，这个可以应付你、解决你、满足你的神啊。那么你有什么痛苦，你告诉他，啊，他就解决你的痛苦；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他，啊，他就满足你的需要。不对，这样不对的。我到后来我们变成这样了，啊，就念观音菩萨的观音法门，变成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念大悲咒，念普门品，然后我就求难得你，求你求难得难，求你得你，求富贵得富贵，求功名得功名，我就遇见什么灾难啊，那么观音菩萨啊，我落入大海，求取七宝啊，那么飘堕罗刹鬼国啊，那么我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帮我解脱罗刹鬼国之难啊，类似像这样。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他经典的意思，也不是，他是给你一个好像啊，给你一个告诉你，我有很有能力，你就拜我为师，你就依止我，你就念我的名号，那么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啊，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啊，我就满足你。不对的，这样不是观音法门，哈哈，这不是佛教教的啊。这是我们后来误会的。我们说，其实慈心观大圣里面，它不是观而已，它是具体，它已经把只是观变成一个具体，你要这样想，而且要这样去做。你看，观音菩萨就是这样做，他就是这样成就的。那他已经给你一个具体可以依之遵行的方法，跟人物的楷模给你学习了，啊，那你这个一般的慈心观只是这样观而已哦，啊，谁怎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
这个三生童子，这个跟三童子也一样啊。三生童子早上起来啊，就刷牙洗脸啊，不是，就是洗脸刷牙，然后斋戒沐浴，然后就像礼拜六方嘛，啊，东方一切的众生，其实跟慈心观类似类似哦。东方一切的众生，因为他还没出门嘛，一出门之前，他要不是都是东西南北而已嘛，啊，他讲六方了啊，东西南北上下哈，啊，往东方去，东方一切的众生都礼敬我，啊，赞叹我。恭敬我，那我也礼敬赞叹恭敬一切众生啊，南方一切的众生。那今天他出门，他们一定是向其中一方去而已嘛。那他不管去到哪里，他心里面都是这么想，我遇见任何一切众生，他都礼敬我啊，就是尊敬我，那我也尊敬他啊。那么他帮助我，我也帮助他，他天天这样想哦，天天这样想，因为这个是他爸爸要往生之前告诉他的，你天天这样想这样念，你就会幸福。那跟我们念慈心观差不多、哦。你看，啊，那个我们的菩萨戒六宗二十八心的菩萨戒，就是从《优婆塞戒经》基本上就是从善生童子里面这样的一个故事衍生出来的嘛。好，那你看哦，这个善生童子的爸爸教他这样，你看跟我们的慈心观也类似哦。啊，如果你看那个南传的那个慈经啊。愿一切众生啊，无灾难，无怎么样啊？有脚的，没脚的；有头的，没头的。其实就是一切众生呐、啊，归纳就是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它如果从方位来讲，就是东南西北上下六方的众生。那我们讲四方啊，就是你往四方也遇到啊，不管有脚的、没脚的，有头的、没头的啊，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啊，瘦的、长的、短的啊，高的、矮的啊，瘦的、胖的啊，不管，反正这个就是众生的分类了、啊。那么你往东方遇到一切的众生。他都尊敬我，对我都尊敬的，那我也尊敬他，就是我尊敬他，他也尊敬我。那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帮助他。啊，那么类似像这样，他每天都这样想啊，但是只是这样想而已，只是这样想而已。那么慈心观也只是观啊，但是他基本上是在初禅、二禅、三禅的时候，他为什么叫你这样观？其实，当你这个心非常深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落于什么行为当中。就是你这样的心非常的坚固，坚固到就是成为你的性格，你自然就会落到行为。就是说你常常想要帮助人，常常想要帮助人，那真正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会直接反应去帮助他。那么一开始，那有些人不是啊，有些人就是，哎呀，这个人会不会是骗我的啊？这个人会不会是他说他不想帮助人，他视而不见，或是见了之后，他会考量很多。那个就是表示他的心还没那么坚固，还没那么扩大，还没那么深刻。那你观就是要让你的心先具有这个慈心，你这个心是真正内心，真正内心是要利益众生的，啊。但是普门品，比如说观音法门，它除了让你这个心之外，它还强调你要去实践，你要落于行为，正见正思维要落于正语正业正命啊，才显出你的真正的正见正思维啊。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觉得初期大乘或北传的法门，其实是北传的修行，其实是很殊胜的，但是被我们后来讲到都不如南传跟藏传，真的啊，就很可惜，就大家就是观音法门，就只是念普门品，念给观音菩萨听，念大悲咒，念给观音菩萨听，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念给观音菩萨听，啊，你说的哦，啊，我有困难你就来救我哦。你说的哦，我想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啊！你念给他听，不是的，而是观音菩萨是这样成就的，我们也要这样学习观音菩萨的行，菩萨心行嘛。其实他重点在菩萨心行，菩萨心行。那北传其实更除了菩萨心之外，更重这个行。那菩萨心其实就是大悲心。他不只是加把慈跟悲都放进去的嘛，其实他只是用大悲心来代替，啊，大悲心其实就是包含着慈跟悲了，娱乐跟拔苦嘛，啊，所以求难得难，求你得你，这个是娱乐嘛，啊，那么若人持观音菩萨名号，即解脱罗刹鬼国之难，啊，那我若下刀山，刀山之摧者，啊，其实是这样，啊，我若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解除，因为刀山之众生在受刀山之苦嘛，那我若看到众生在受苦，不管是受什么苦。啊，那么我就想办法让这个苦不再存在，啊，其实你看，你拜大悲忏，那大悲咒基本上是因为这个是密教的，这
初期大乘其实是没有大悲咒的，它基本上就是以观音菩萨的心行来长养你的慈心，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我们就修，没有慈心了。那么念大悲咒也没有慈悲心，大悲咒是什么？降鬼、打鬼，啊，然后让自己感应的获得，想获得什么的，还是一样是自私心，还是一样是嗔恨心，那其实是不相应的，你没有办法相应。你在念到你可能就是会有感应啊，感应鬼神啊会有，但是那个也没有办法让你跟佛法相应，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增长慈悲，啊，你没有办法增长慈悲。啊，那么你念咒，就算你念黑咒，你也会成就啊，因为专注嘛，心专注就有力嘛，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问题是你办的是好事还是坏事？真的，啊，你也可能办坏事啊。啊，像有些念黑咒啊，就是要伤害其他人了，他也可以成就，因为他是心有力量嘛。好，那其实他重点在菩萨心性。好，我们来讲这个。讲这个慈心观，那么修慈心观容易成就的，它有几个特质啊？那么一个心地善良啊，那因为我们说它这个心，慈心就是利他行，其实佛法就是利他行啊。由慈心，其实就慈悲心啊，由慈悲心的扩大跟坚固，而变成利他行，所以大圣菩萨重在利他嘛。他是重在利他，利他为上嘛。啊，这个印顺导师总结修行的八个字：尽心第一，利他为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尽心就是没有慈悲心嘛。啊，他这个是对治你的嗔心嘛，所以他是慈心嘛。然后慈心就也是要利他，啊，那么利他为上，好，尽心第一，利他为上。那基本上第一个心地善良。就是你不会让别人受苦啊，你就是善良，就是你不会去伤害别人，无缘无故去伤害别人，那么就是自己被伤害了，即使自己被伤害了，你也不愿意，因为你知道被伤害的痛苦，你也不希望让别人跟你一样受苦啊。这个人非常善良啊，这种人修慈心容易相应啊，我告诉你，真的啊。那你如果说有仇必报啊，有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告诉你，这种观念是没有办法，是不相应的哦。你不相应，你会障碍，会卡，会卡掉啦，会卡在那里啊，也不容易。但是不是说不能修了啊？就是因为你有嗔恨心，所以要修嘛。但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容易相应的啊，因为我们即使有慈悲心，也不深刻了。老实讲，不深刻，不广大了，不广大了，有限的，有局限的，局限在某一个范围啊。那么心地善良的人啊，他不容易伤害别人。还有个性正直的人，啊，这正直是什么？为了一个目标勇往直前，啊，那孟子讲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我就那别人不知道嘛，那会讲，比如说你要吃素，吃素是为了长养慈心嘛。可是当时吃素，现在吃素比较受到认同了啦，啊，以上我大概我18岁吃素，大概将近40年了啊。啊，30几年、40年，那个时候吃素，只有一贯道才吃素，佛教徒没有吃素的。佛教徒出家人吃素，但在家里没有，很少在吃素的。受菩萨戒的人会出素，那没有受菩萨戒的人很少吃素的。现在不是啊，现在吃素哦，变成一种时尚啊，就是世界在有很多种原因在强调吃素的。即使你不是宗教因素，为了身体健康，或只是为了不伤害动物，他也会吃素啊。那么就这个叫做慈心素嘛，那也有些宗教素啊，吃衣食物啦，或是六斋日啦，或是啊，那么菩萨戒啦，反正就很多种啊。那佛教大北传的佛教基本上是强调吃素的，但是他更信正主啊，就是说我们你就是吃素，你不怕别人讲啊，别人不了解，那你也不跟他计较啊，那就是别人会说你迷信，那你也反正你就是觉得你确定了这个现实是好的。勇往直前，那么不畏艰难啊，这个就是正直的个性哦啊。我们常常说未成佛道不畏艰难啊，那么你为了众生的利益，你也不会，这个性正，这正直就是能够勇往直前，为正确的目标而努力的人啊，就直接啊。那么这个也容易，啊，你就容易修嘛，你就一直
你就不会中断了，你不会中断。你在修这个慈心观的，要修到成就，啊，他就容易讲，你有这个心嘛。第三个啊，就性情温和的人，性情温和是什么呢？就是说，尤其特别表现，就是你平常不容易发脾气，啊，这个跟慈这个就容易相应嘛。就是说，我们说的容易相应，就是你不用修很久，你可能就会成就，啊，这是就性格嘛，啊，就好像佛陀说教那个修不净观的人，因为他平常在处理尸体的人，他很容易观不净。啊，那平常在起火烧东西的人，他很容易观出入行，啊，那类似像这样，他变成他的个性上就有这一点温和。温和就是你看见不对的人，你看见这个人不对，你不会用很苛刻的言辞去严厉的批评他，那么不会就直接说他怎么样，在就是你会先想到他的立场，啊，那么用委婉的言辞跟态度。啊，那么去怎么样去告诉他，那么这个时候不适合告诉他，你也不会告诉他，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你在面对别人的错误的时候，烦恼的时候，啊，你会想帮助他告诉他，但是你会很委婉的心态，很慈悲，就是你是为他好，那么言辞上会很柔软，啊，那么这个态度上会很柔和。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当你有错误，别人来批评你的时候，那别人批评你，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才委婉嘛，我们是利益别人的，别人看到你不对，很可能他直接用苛刻的言辞、不好的言辞，甚至不好的态度，就直接指责你。啊，就是我们对别人要这样，那别人对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学佛啊，不是每个人都要修慈心观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向上向上向解脱啊，没有啊。他也许烦恼重，他来跟你讲啊，你这样不对，怎样怎样怎样，那么你也不会生气。就是说你看到别人不对，你不会很直接烦恼的反应给他。那么别人看到你不对跟你讲，烦恼的跟你讲，你也能接受。啊，就是你不会因为别人跟你讲什么不好啊，那么你马上不管对不对，那么你马上生气，就是说你很容易接受别人指出你的不对，那么你在说别人不对的时候，你会很委婉，那么这个是个性温和、性情温和的一种象征。这个总来修慈心观哦，容易相应，容易相应。那我们要尽量培养这种性格啊，啊。那么第四个是生活很简朴的人，就是说他简单，我们叫做少欲知足啦，啊。那么就是他不会要求说啊要很多啊要很好啊，那不会这样啊。那么这种就是简单的人，那么修慈心观也容易成就。我们说过，不是全部都要，全部都有那个这个人很难找，全部都有的人，这种人很难找，但不是没有，真的也有啊。个性很好的人，像天上的人，基本上都符合这一些了。天上的人十善法成就的人基本上都符合这些。那人也有从天上下来，他也有一些符合，有确实有，啊，但是不多就是了，啊。那为人谦虚，啊，为人谦虚就是说，啊，他那种我慢心没那么重了，啊，但是他就是说，他不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那这种人有时候你要想要给别人一些利益哈，你也不容易扩大你的心。你会有慈心，但没办法扩大，啊，因为觉得哪些人不如你啊，那些人不要管他了啊，或者说你慈心也表示你的心可以容纳比较多了，啊，谦虚嘛，啊，那么这个谦虚也是老子特别强调的，啊，那老子有三宝嘛，道家有三宝，啊，《道德经》里面，啊，他有三宝，一慈，你看哦，一慈。第一个是慈，第二个是俭，第三个是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什么？谦。谦卦六爻皆吉啊，所有的卦里面只有谦卦是最吉的，最吉的啊。这个就是谦。那么儒家里面有一个人，就三个都做到，颜回。颜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一慈二俭三不敢为天下先。天下先就是谦，那这个是道家讲的三宝，啊，说吾有三宝，
这老子是，我一直以为老子是这个中国的辟支佛啊，那他的观念是很不错的。好，那么一尺二减三，不敢为天下先。那么一般的人不容易做到。你看，你看颜回哈，这个儒家里面颜回算是这一部分算做得非常好啊，不幸短命啊。那么生活简朴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自得其乐，少一知足，生活简朴，那他也为人谦虚，颜回有我们说这个一箪食一瓢饮，然后还有就是不迁怒不贰过，你看这个不迁怒不贰过，就是比较慈啊，个性温和，那么善良啊，你看不迁怒。其实就是慈啊，不迁怒，不贰过。你看这不贰过，这个讲到这里，行为端正，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善良，温和，善良跟温和，就是，他受苦了，然后他会迁怒到，迁怒是不容易的哦。我一直就发现到，我们要不迁怒很难，不容易啦，老实讲，不容易。比如说，我们迁怒的对象。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公司被老板骂，你回来就骂你的小孩，骂你的太太，你不知道我心很累吗？你不知道我这样就反正这个就迁怒。那么好一点的那么再差一点的啦就是再下来的你不对人，你对狗对猫就踢狗骂狗类似像这样，或是忽然之间你就非常生气那你已经很辛苦了，被骂一天来，狗还来骂吠你，外面的野狗。你就拿棍子要打他，那石头要丢他，那个很明显是迁怒，很明显是迁怒你被你的先生不满意，刚好那有一个人来你家你就给他没有好脸色看，那个时候心情真不好嘛。我们不容易，不迁怒不容易做到，我自己都觉得我不太容易做到不迁怒这个要很厉害那颜回做到了，很厉害这不贰过更难，不贰过更难，不迁怒不贰过不容易他做到了，很厉害。所以我等下来讲，我们说如果你有这样，但是你就是你要修慈心哦，就是说你有其中几个特质哦，那么你就容易相应了。但是就算没有，你也要修啊。为什么？你就是没有，所以你要就是我们不只是去观而已，因为你观是跟你的心，跟你的心是跟你身心是互为影响的，身心是互为影响的。所以你如果只是平常这些你不注意。那你只是坐在那边观一切众生怎样怎样怎样，我告诉你，不容易成就了，因为你的心想的是另外一种的嘛，算是不同的心态了。不迁怒，不贰过，一箪食，一瓢饮颜回就三句话：一箪食，一瓢饮，不迁怒，不贰过。另外一个呢，无乏善，无思劳。什么叫做无乏善，无思劳呢？写在这里好。这端正是没有造作不好的事了，杀盗淫乱这些事了。然后不会常常去伤害别人或是做错事那么为人谦虚无乏善无思劳这颜回基本上就这三句：一箪食一瓢饮，不迁怒不贰过，无乏善无思劳。这十八个字让他成为圣人无乏善，这个是他的愿望人家都在问，这个是表示他希望做到这样那表示他还没完全做到。所以这个更不容易，但是他是最接近的人，他是已经可以说他做到这样子了，他的心愿就是这样，他可能要完美了。什么叫做无乏善呢？这个没有解释不容易知道了就是不称扬自己，不会称扬自己的功德能力一般人是这样的嘛，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老实讲我也没办法那就是说不称扬自己的能力功德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都会觉得就你会觉得我是最关键的人，我是做最好的人，我是做最多的人，都会这样觉得。那你会有意无意，有些人会特别张扬自己的付出，张扬自己的功德，张扬自己的能力，就是彰显自己你会彰显自己，夸耀宣说，这个法是夸耀的意思自己好的部分，彰显自己的能力，其实就是彰显自己，付出最多，
能力最强，在里面最重要，通常是这样。那你看这个颜回是被赞叹的人，但是他是最谦虚的人，他努力让自己不沾染自己，也努力让自己不被夸耀，因为在这个群体里面大家都夸耀你，那其他人啊，有些人会赞叹，有些人就会嫉妒你啊，那就会觉得他们受到啊冷落啊，类似像这样。那颜回厉害，无乏善，无私劳，私劳就是功劳了，不显扬自己的功劳，不彰显自己的能力长处优点，不显扬自己的辛劳，自己的功劳啊，就是我做的最好，我做的最多啊，那么我最会做，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谦虚。那么越有能力的人是越谦虚的哦。你看那舍利弗，舍利弗厉害啊！舍利弗这个人哦，也是一样，要具有慈心啊。你看他家里面有七个阿罗汉，他的母亲后来是舍利弗去度的啊。然后他真的是，舍利弗的慈心真的是也是很能赞叹的了啊，就是他的慈心也很广大啊。那么阿罗汉都没有嗔恨心，但不一定也有慈心，一定有慈悲心，但慈悲心的量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那舍利弗的慈心啊，还有舍利弗的这个谦虚也是很厉害的。舍利弗有一天啊，那穿衣服要穿好嘛，这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穿的这个整齐了啊。那有一天他穿那个袈裟啊，袈裟那个衣角没有弄好啊，像我刚才穿来的时候也没有弄好啊。那么有人就跟他讲啊，有一个小沙弥，好像说一个小沙弥，不知道几岁的小沙弥，就直接跟舍利弗讲啊，说尊者，你那个衣角没有弄好，没有穿好，你衣服没有穿好，直接跟他讲。那舍利弗马上看，把自己衣袍弄好，然后就合掌跟他讲，是的，老师，那我现在弄好了。你看这厉害啊，我好谦虚哦，如果是我也没办法，真的。他还跟那个小孩子说，他指正他的错误啊，他是他的老师啊，啊，你看他一个阿罗汉呢，啊，那么儒家也有所谓的闻过则喜啊，啊，你看舍利弗真的做到谦虚，那么厉害啊。那么你行为端正，就是你不会去造作一些不当的行为啊，啊，那么具有这几个特点哦，你来修慈心观容易成就。那也不是你其中有一两个就容易了啦，但是这些有些都息息相关的啦。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修慈心观基本上是为了让我们的心具足这样的功德啊，这个好的部分叫功德嘛，德嘛，功其实就是，如果功德在范围里面，它其实一个字而已，一个词而已。那我们把它翻成这个，把它翻成这个华语，功基本上就是在利他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对这个世间、对这个人类、对别人有利益的，基本上叫功。德是自己内心的德恨啊，比如说慈悲啦。那么功那是德，就是你自己有慈心、有慈悲的这个心，但是你能够把慈悲化成行为啊，解决别人的痛苦，那么这个解决世间的痛苦、解决社会的痛苦，那个叫做有功，有功有德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说到啊，修慈心容易成就的这个人格特质啊，基本上这几部分。好，那现在来讲慈心观啊。那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有些是从啊，基本上是这样，从自己。他这里是说到啊，这经文里面有说到，后面也有啊，后面也有讲到这个偈，他说一切众生都是爱自己啊。那么有两种，一种就是从自己开始修。啊，然后从自己，然后推己及人，一种是从最恭敬的人、最亲爱的人修，亲爱的人不是最贪恋的人哦，不是哦，啊，那么这有这两种啊，就是一种是从自己开始修啊，那一般来是这样讲啊，说一切众生皆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那么你爱自己，希望自己好，这个是很真心的、很忠心期望的，那你再把这个扩大就好了。把这个扩大，因为自他互为缘起啊，一切众生皆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啊，一切都这样了、啊。你就算为了国家、为了家庭、为了民族牺牲，那也是因为那是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家人，你还是基本上还是爱自己的啊。那么他说，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凡夫啦啊，
都是爱自己。那如果是圣者，没有自己，我没有自己啊，那不一样啊。那所以我们说大悲心，真正的大悲心要从无所得心而有啊，是性空位啊啊，你真的证到无我，你就有慈悲心。那这个慈悲心会扩大啊，它只是让你扩大啊，皆是爱自己胜过爱别人。那么因此愿自己得到安乐的人，不应该伤害别人，这是佛陀说的啊。因此这个其实也是戒啊，戒叫做自知之法，你知道这样让别人痛苦，那么知道这样会让别人痛苦，那么你就不应该这样做啊。所以戒是自知之法啊，一样，你知道这样会让别人快乐，另外那么你就知道应该这样做让别人能够都快乐啊，是不是？因此愿自己得到安乐的人，所以他从自己开始修。那有一种是从自己恭敬的人跟自己亲爱的人，所以七周原始是这样嘛，他是从他啊，七周原始是从他开始的，不是从自己开始，但是跟自己有关啊，上中下嘛，亲中仇嘛，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啊。愿因此愿自己快乐的人，愿自己得到安乐的人，不应伤害别人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推己及人啊，啊，推己及人是比较啊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自己好的希望别人也好，自己不好的希望别人不要承受啊，就是叫己所不欲，勿施为人嘛啊。那么这推己及人。那所以啊，它基本上主要是啊，主要是四个部分啊。那么一个是总说啊，就是离苦的部分，通常是离苦啊。虽然叫慈心观啊，那么慈心观重在让众生离苦啊，让众生离苦。那这个是得乐啊，因为乐是建立在没有苦的境界上，乐一定是建立在没有苦的境界上。那基本上以离苦，那么离苦是免除一切的痛苦危难啊，身心的痛苦危难啊，就是这些危难会造成痛苦啊。我们看那个大悲忏里面啊，也是这样的啊。那么基本上愿我从自己开始修，这个是从自己开始修。我们说两种，从自己跟从别人啊。那么愿我免除一切痛苦危难，那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切众生都是爱自己。所以你真心的爱自己，然后你再推广到真心的爱别人啊。那我们说过，刚才讲到那个，刚才讲到那个善生童子，善生童子每天都是这样念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一切的众生啊，从东方开始念啊。那拜念的时候就拜啊，拜东方、拜南方、拜西方啊，拜东方的时候就开始念啊，他很虔诚的念哦，再见沐浴哦。然后当拜东方的时候，就向着东方，然后就东方一切的众生，他要这样想，这样念，这样念，东方一切的众生，啊，都尊重、诚挚、恭敬供养我，我也尊重、诚挚、供养、恭敬一切众生。那念完了六方，因为你就不出这个六方而已嘛，其实就是不出这个四方啊，或是八方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不管你今天遇见谁，这些人都恭敬供养诚挚你。你也恭敬供养城市这一些人，或是这一些众生，那你还会有受什么苦？你不可能受苦啊！你就是走路跌倒了，被人家看见，人家也赶快把你扶起来，对不对啊？因为他帮助你嘛，一切人都帮助你，一切人都恭敬你啊。那么不恭敬，他可能没有伤害你，但是他骂你，你心里面会难过、啊。你要不是身体的痛苦，就是心里的痛苦嘛。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些都是什么？从众生造成的嘛。啊，那有时候是无情的众生太热太冷，但是如果众生遇见了，他也会帮助你解决痛苦啊，啊，就是简单来讲，如果我们稍微让他改一下，就是善生童子啊，那么我今天出门去，不管我遇见谁，其实他道理就是这样啊，不管我遇见谁，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那么不管是什么事都是好，都会变成好事，不管我遇见谁，他都会是一个好人。那你还会遇见什么苦？你不会啊。但是佛陀后来有一天走过去看善生童子在这样念，他就说：“善生童子啊，善生啊，
他知道他的名字嘛，他说善生啊，这是谁教你的？他说这个是我爸爸教我的。他说你只要每天早上坚持做这件事，要出门前坚持做这件事，你就会一辈子幸福快乐。所以他就很坚持做这件事，但是他不知道这件事其实就像我们的慈心观一样，他是要去实践的，真正让别人快乐。但是你要有真正有心，这个有心就要透过观想训练。那么你真正有这个心啊，所以佛陀后来跟他讲，要落实，落实在什么？落实在生活周遭里面。东方就是什么？东方就是要孝顺父母。南方就是什么？南方就是要尊敬师长。北方啊，就是要帮助朋友啊，然后就是，或是妻子啊，不，北方就是比如说你要照顾妻子啊，或是照顾，或是照顾先生啊，照顾儿女啊，类似像这样啊。然后北方啊，就是变成朋友。啊，然后上方就变成你要恭敬沙门婆罗门，下方你就是啊要善待这些奴婢啊，这些比较痛苦贫穷的人。他就你看佛陀就把它落实，这个跟普门品观音菩萨落实在你的周遭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他佛陀就跟他讲，善生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每天念这个，那么你就可以幸福快乐。幸福快乐必须要去实践，但是实践要先有那个心。那你现在是有这个心啊，东方一切的众生啊，我看见了，那么他看见我，我看见他，那么他恭敬我，我恭敬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哈哈，那是没有错。但是你念一念就没有事啦、啊，你就出去真的遇到众生，你会这样想吗？没有，没有啊。所以佛陀其实真正会让你幸福跟痛苦的，就是你周遭的人，你周遭有关系的人，而不是想到一切众生啊，没有啦。啊，有头的没头的，有脚的没脚的，你都没看见啊！你现在看见的就是你的爸爸、你妈妈、你朋友、你同事啊、你的同学、你的师父、你的徒弟、你的什么，就是这些人，这些人在让你身体痛苦、心理痛苦的啊，身体快乐、心理快乐的啊，这些人在帮助你、在伤害你的啊。所以你要从这些人落实，想是要想得很广大，众生无边要誓愿度，但是要先跟从有缘就近的先做起。烦恼无尽誓愿断，要从明显的啊祸害比较大的先断，一定是这样子的嘛。那这个是佛法教我们的啊，那我们不是啊。你普门品念完，你也没有去想说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念完了功德就成就了，不是的。念完了是知道路要怎么走，你还没走咧啊。那三尊童子就是这样，他误会了，跟我们现在的佛教徒一样啊，念了地藏经就觉得啊就有功德了，念了普门品就有观音菩萨的功德了，就可以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了，不对啊，就是他要做的，就好像三尊童子一样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像三尊童子，早上起来做早课，晚上起来，晚上睡觉前做晚课，然后这中间，睡觉前跟起来之后做的事跟早课晚课没关系。那这样没办法、啊，三尊童子早上起门就念啊，虔诚的念，跟我们修慈心观一样啊。但是真正遇到伤害你的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你真的会跟慈心相应吗？没有。那这样不是慈心观哦，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从自己啊，那么先观自己，愿自己解除一切的痛苦危难，那么再愿我啊，我们说过，然后变成他，然后他变成一切众生，啊，那这中间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哪些人不能先观，要有次第。你先观嗔恨的人观不起来啊，他七周延迟是这个过程我们叫七周延迟嘛，就是七次啊，七周延迟，从亲的啊，那亲不是你贪爱的人、贪恋的那个人哦，那一般来讲也不能是异性啊，男的观一个女的，女的观一个男的，那很容易变成贪心，哈，就慈心不成，成贪心啊，嗔心是没有了，因为你这个你贪爱的人，你不会对他嗔心呢、啊。啊，亲啊，亲又分上中下，然后中啊，然后仇啊，基本上就这三个了啊，然后分这个分上中下嘛啊，然后仇也分上中下啊，那中就没有啊，中就是一般的人啊，然后就变成七个，然后反复循环的观想啊，然后愿我免除身体的痛苦啊，这是一切的痛苦，这是身体的痛苦。这是精神的痛苦啊！我们的苦除了身，就是心的苦，身跟心的苦而已。那都能够免除。
那这一切众生啊，那里面就是啊，两只脚的、四只脚的、有头的、没头的啊，长的、短的、胖的、瘦的啊，就是种种这一切了啊。如果《金刚经》的说法啊，基本上就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那么你要让他离苦，他就是我戒定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离一切苦。你看，它是一样的道理，它是一样的道理。那慈心观基本上就是扩大啊，但是它基本上是在初禅、二禅、三禅。但是你没有禅修，你也是这样修。然后在初禅、二禅、三禅，你扩大，愿我余业的自增之众啊，其实基本上就是得乐了。啊，这个是慈心观的一些概要啊。那北传的，其实我们说观音法门基本上就是长养你的慈心的，吃素是长养你的慈心的啊。那么菩萨戒也是要扩大你利他，其实还是慈心的啊，利他的功德基本上就是大悲心为根本嘛。大圣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以大悲心为根本，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但是你大悲心，你大悲心要能够大得起来，就是没有局限，没有局限，就是无量嘛。所以无量这个叫示范之无量慈悲喜舍啊。你修成功了，那么你最少可以升到色界天，初禅，初禅的梵天。修成功了可以升到梵天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是我们说的慈心观了。那刚才我们讲到，从个性正直、为人谦虚啊、性情温和啊，那么这一些，那么你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培养这些特点，那么你在修慈心观就容易相应啊。那慈心观的重点不是要你这样想就好，不是的，他这样想是想到深刻，你自然而然能够这样做，就是对别人慈悲，其实是这样的。那对别人慈悲基本上就有两种，一种就是别人有什么需要，那么我做得到的我一定满足他。如果这样对他好，对他不好了就不要。如果他要吸毒，你去买毒品给他；如果他要喝酒，你就买酒给他，这个就不对啊。就是说，如果我发现他的需要能够帮助到他离苦，能够让他向上、向上、向解脱，那么我会尽全力帮助他。如这个就是我拥有的。其实我们的回向就是这样了，我们的回向是不断在增长慈心的。就是说，你希望你把你辛苦修学来的、积极来的这些福报、这些力量，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能够帮助需要帮忙的人，能够给一切需要的人，这个就是回向啊，这个叫做功德回向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别人伤害我啊，就是我有的我希望跟别人分享，回向是一种分享的概念。还有就是我别人不知道、别人烦恼、别人伤害我的，我原谅他、宽恕他，我不跟他计较，因为我跟他计较他就要因我而受苦。我虽然因他而受苦，我知道这个苦不好，不会让他跟我受一样的苦。虽然我因他而受苦，但我不让他因我而受苦。哎，这个其实就是慈心啊。那这个比较不容易，这个比较不容易。我不会让他因我而受苦，这个就是一般人做得到。我们不会去莫名其妙或怎么样去伤害别人。一般人，佛教徒特别会在意这个，我不会去伤害别人。但如果你伤害了我，那就不一定了。但是这一点，其实真正慈心的、慈心相应的，就是说我不会让你因我而受苦，我只会让你因我而快乐、而幸福。但如果我因你而受苦，就是我不会让你因我而受苦，我只会让你因我而快乐。但如果我因你而受苦，你让我受苦，你让我不得快乐，那我也不会让你因我而受苦，让你因我而不得快乐，不会。那这个其实就是慈心里面最主要的部分。那么要落实，其实就是观音法门啊。那我们如果有人在念观普门品的时候，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要推广你的慈心啊。那么一般的慈心观就是照那个慈经的经文这样念也可以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的目的基本上就是在菩萨的利他行啊，就是利益众生的了。那么因为你的无私，那么你就容易达到无我。
所以后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基本上还是可以依慈心，啊，他通常是可以得禅定了，但是还是可以依这个再进一步可以得解脱的，啊，其实是可以的，啊，那因为慈心可以让你障碍比较少，我们基本上一个人受苦受乐，基本上就是三个因素而已，叫做善心、善业跟善缘，就是善根、善业、善缘啊。阿弥陀经叫做善根福德因缘啊。那善根最重要的是善心啊。善心里面有分两部分啊，善根里面有分两部分。我们把这个讲完，讲完就好了啊。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无贪、无嗔、无痴，你看它就是这样嘛，善心的部分嘛，无贪、无嗔、无痴。一部分就是你拥有的这些能力啊，信、净、念、定、慧。那么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善心了，你心的品质啊，啊，然后另外一个，你虽然有善心的，你不一定就不受苦哦。舍利弗、目犍连、证阿罗汉呢，依然会受苦啊？为什么？还有善业的问题，过去业的问题。这个心是你现在心，是你现在的心啊。那么，但是你有过去的业，你仍然会受苦。所以，但是有一些人福报比较大的，过去的业少的，他也不受苦啊。这也就善业的问题。啊，然后善业就比较不受苦，恶业才会受苦嘛，受苦是因为你恶业嘛，啊，另外一个就是善缘，啊，你跟这两个因缘不好，啊，那这个人有恶心有恶业，他会来让你受苦，他会来让你受苦，啊，所以还有善缘的问题，啊，那么阿弥陀经也讲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如果我们就用这样的想法，就是。你善根、善业跟善缘，决定你能不能快乐。彼国是什么？极乐世界嘛。就是你的善根、善业、因缘，决定你是快乐，会不会快乐？会不会完全的快乐？没有痛苦，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极乐世界，就是你会拥有快乐啊。其实一样啊，就是这三个决定你有没有苦。那么慈心。先让你具有善心，所以你还要去做，要去造作善业，真正的去利益众生，像普门品、观音菩萨这样啊。然后利益众生，你就跟众生结善缘，因为你的心念念的要利益众生，这个在根本缘这样就有，实际上的在利益众生，那么你就跟你想利益众生，你从根本上你就跟他结了善缘啊。那么你实际上去利益他，实际上你这个善缘就坚固啊。那这样。你就不容易受苦，啊，其实是这样子。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主要讲不净观跟慈心观。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